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。那端午节之后呢，变天了哈，道琼大涨，今天台股呢直接开高，挑战季线。那会持续涨，还是一样是盘整呢？你要去注意一下哈，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。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现阶段来讲呢。大盘这一根长红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上礼拜我怎么跟大家谈的？在这里收十字 K 线，大家记不记得？这是6月6号放假之前，我说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因为月线呢已经来到这个地方。它收十字 K 线代表变盘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年线、月线都在这附近，月线下礼拜开始，也就今天开始呢，慢慢的要往下扣减了。所以呢，只要大盘不跌，大盘就能站稳月线跟年线。那季线扣底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呢是向上的。所以下礼拜在这里，如果大盘不要跌，这里就形成一个支撑，然后呢往上走。这些小细节我不晓得投资人有没有注意，但是至少呢我都会提醒你。那今天来讲呢，这一根长红出现以后，月线扣底这个位置，其实明天来讲呢，月线应该是怎么样，只要不重挫应该是向上的，年线在下面，月线在下面，这个是一个多头的架构，季线呢是向上的，季线扣底这个位置。所以大盘这里你要注意什么？我一直跟他提到呢，重点是股票嘛。那台指期的部分呢，上礼拜四放假前，我当中两趟都赚，对不对？礼拜三也赚，那今天呢？今天我还是当冲两趟哈，那一趟赚钱，一趟赔钱，我很诚实哈，就是大概扯平。那今天要怎么看哈？这个盘是来到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操作上呢，你一定要很小心。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，台指期，这是今天60分钟 K 线哈。它这里出现一个跳空，一个跳空往上，那这个效果就跟这里一样，一个跳空向下是一样的。那你要去注意哦，这里是10350，这里是10200，350500，对不对？500这里一个缺口往上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它的支撑是往上垫高的哦，就好像这里压力是往下压的，这里支撑是往上垫高的，所以这里呢，你应该怎么样操作？小幅偏多哈。那如果之前你一路偏空的话呢，你要小心哦。我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六位台子呢，它是从5月15号开始变成热门股，变成近月了哈。那有时候讲说开仓，从5月15号，那你从这里看，今天大盘指数在这里嘛。事实上呢，六月你偏空操作的话呢，几乎全部赔哦，几乎全部赔哦。那现在整个情势有点转变了，这里出现了跳空缺口，那美国如果继续涨，台股就有可能往上挑战季线。那季线在哪里呢？季线在台指期大概是10640左右，所以这里偏空的操作上你一定要很小心，很小心。那这为什么我一直讲说呢？我们最近这一个月我们一直做当冲，因为变化很快，因为你不晓得道琼，你不晓得川普在做什么，你也不晓得 FED 突然之间他想降息，随时可以降息，对不对？那你也不知道美国墨西哥边界呢又达成协议，不课税了，本来要说课5%的税，现在不课税了。所以呢当冲
最近操作呢，当冲会比较安全。那如果你留仓的话，你要去注意，这里呢你在偏空的话会比较危险哦，因为整个支撑已经提升到10500这里，那当然10600也是有压力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它支撑是往上垫高了，就跟这里呢压力是往下。往下，对不对？现在翻过来，支撑往上，这里很明显的，它是一个底部区。那如果你操作台指不够灵活的话，如果你一路偏空的话，你可能六月台指呢，都是赔钱的嘛，对不对？加股为涨股嘛，几乎全部在今天来讲呢，外资大买超，期货的 OI 买了7000口。那外资现货呢，买了92亿，投信也买6亿，自营商买27亿。重点是今天尾盘它并没有跌，这是一个标准的长红 K 线哦。当然未来它是挑战季线。那台指期的部分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。那重点如果是个股的话，你要选什么？你要去选择5月份。双成长的，譬如说呢，什么叫双成长？因为现在6月初，对不对？有公布5月份的月报嘛？那6月份比5月份成长，6月份在这里公布了业绩，5月份业绩比这边成长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比去年的成长，这个叫双成长。那这一类的股票你要去注意。那 IC 设计族群里面很多。还有 5G 的主体里面很多，那我是认为选股的话，你应该集中呢在这两个族群去做一个操作。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谈一下呢，这个大盘的转折，很多人没抓到。那如果你做股票的话，这里没抓到没有关系，因为股票呢它不一定跟大盘一样，但是你做台指期的话呢，我们稍微跟大家讲回顾一下哈，譬如说，叫我对嘛，那时候我怎么跟大家谈？我说外资卖超呢，一直在缩脚，一直在缩脚，这里转折浮现了，就跟这里买超一直减少，这里卖超一直在缩脚，对不对？这当时，结果我下站嘛。同样5月30，台积电它也一直在缩脚，现在在哪里？现在来到这里了，就来个家嘛。那时候我怎么讲台积电？我说台积电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，那事实上它走一个循环，它跌的时候买呢，你胜算会比较高，不是涨的时候去追。大家记不记得结果我跌嘛，卖超一路减少，结果我杀折。这老鬼车了，放假之前收一个十字，对不对？今天呢来到这里了，它是一直缩脚，然后一直往上走。不管是台积电或大盘都一样嘛。那你要注意什么？注意汇办呢、啊。突破支撑，对不对？它是往上走，台币转升值，因为台积电卖压减轻，汇出去的力道减少了，反过来讲，汇进来台湾的钱变多了，转升值嘛，美元转弱，那这些呢，此消彼长，那大盘在这里。它是如预期的，它出现一个转折点，它站在年线跟月线之上了，那季线是往上走的，那这礼拜呢开始要挑战季线，那当然季线呢不容易一次就过去，除非大盘成交量会增加，但目前成交量没有增加，但至少这个地方呢这成交量没有增加嘛，所以要站上季线可能比较辛苦，可能会来回的整理，但季就底加呢，
站在年线跟月线之上呢，你要去选择股票嘛，哪些股票双成长的，它值得去布局的。最坏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嘛，这个放假之前尾盘十分钟拉25点，谁在拉？一定是内行的人嘛。那今天涨到这里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像联发科，它是收盘价创新高哦，而且是量缩创新高哦，它推出5G晶片嘛，筹码相当稳定。那来看台积电，它已经往上突破了，它是已经往上突破了，所以做台指期的，如果台积电再往上走，小心哦。那这是汇成，那个股的部分呢，我们简单跟大家讲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哈。我们谈到利基，利基今天又往上走，那吃到饱，我赚到饱，按的细想嘛。从132跌下来的，这里是主底，对不对？涨到这里40%，外资筹码还是锁单，还是锁单哈。那另外跟大家谈到呢，像瑞昱，它是标准的五月营收双成长的股票，今天量增价涨，对不对？这里支撑，你要去好好注意，有哪一些股票可以留意的？像这整理末端，像这精锐安控股呢，它是方向向上的哦，它是方向向上的，它迟早会往上创新高。那另外我跟大家提到的五 G 族群的森达科，今天也是大涨，那你要去注意喽。最近这些股，这是大盘在整理的时候，哪一些股票它有机会往上，筹码稳定，基本面成长的股票，你要想办法去做一个布局。因为目前来讲呢，年线月线都已经踩在脚底下了，那在季线这附近呢，它会来回震荡，你要趁整理的时候去做布局，你未来才是会是一个赢家。我们休息一下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韵达可怖后抗 no 底加啦！即日起身装韵达可怖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， 或电02-22781-0909 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0909，2781-0909。哎，20号那位先生，这位检察员要拜访。我有收到通知啊，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？先生。每月22日那照办人力资源考察是有原因的，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失业，才有实战的依据啊。他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受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。人力资源探查需要您的支持。欢迎回到现场哈。我想最近呢，台指期很热门，大家很关心台指期的操作哈。我之前跟大家提到呢，你要用对方法，转折要抓到，然后看筹码，对不对？今天筹码有改变喽，今天筹码有改变喽。今天外资呢现货买超92亿，期货未平仓呢增加大概7000口。那大盘在这里它已经站稳月线跟年线了，那你现在目前来讲呢，需要操作呢要小幅的偏多齁。
小湖的偏多，压力在这里，支撑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你要去研判它的压力支撑，对不对？季线在640嘛，那600这里呢？从5月15号六月台子开仓开始呢，600这里就是一个高点，所以基本上这里一定会有压力。那季线在640，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偏压力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跳空突破以后呢，500甚至450这里已经变成支撑了。那目前操作呢，你应该小幅偏多，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底部形态，对不对？目前来讲呢，它每一次大概是在150点一个架构，对不对？这里本来是支撑，这里压力突破以后，这里变支撑，那往上这里又变压力了。六月做偏空台指呢，几乎全部赔钱。那现阶段呢，筹码已经改变了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日 K 线这台指的季线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10640。10500这一个平台，它是突破了，尤其尾盘它往上突破，对不对？突破以后，500450这里就变成什么支撑？月线大概是在450嘛，450500这变成支撑，600640变成压力。那明天操作呢，你就要在这个区间。那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，台指六月从这里开始，对不对？量出来了嘛，今天收盘在这个位置。代表在这个地方操作偏空的投资人几乎都没有赚到钱哦。那你要去想一想，那如果说道琼今天晚上又继续涨，那外资如果持续买的话，你可能要被迫回补或被迫补钱哦。那我们从十分钟 K 线来讲台指期，这样就会更清楚，对不对？这是五月底嘛，我刚用台积电缩脚，大盘缩脚卖压减轻，然后呢最后一波艾略特波浪跳空下来，这底部就浮现了嘛。浮现以后连三红，对不对？连三红拉回，这里本来压力就变成支撑了嘛。这是放假前它是不是来到这个位置？那今天是不是跳空往上走？那这里原来的压力，这个缺口出现以后，这里呢它就会形成多少支撑嘛，450到500这里会形成支撑，就跟这里一个跳空缺口出现一样。这里跳空向下的跳空缺口，这个是向上的跳空缺口。那今天收盘在这个地方，但很明显的今天所有的全资股都往上走，那很明显的是在怎么样？在大台指空头嘛，全资股往上走，指数涨得快，对不对？涨得快，你盘中就要补钱，那你不补钱的话呢，他就帮你砍单嘛。所以台指期目前来讲呢，操作呢，几乎啦，在六月。偏空操作的人几乎赔钱，但是筹码已经在改变了，明天压力支撑，我讲得很清楚。投资人常常怎么样？看对了不敢做，看错了一直做，然后呢一直错，一直赔。那我们目前来讲，当中呢，今日事今日毕，可以好好睡一觉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当中两趟，一趟赚一趟赔，大概扯平。但上礼拜我们当中几乎。全部都是赚钱的，那明天呢？该怎么做？明天要看它怎么开盘，它压力支撑在这附近哈。台指期的操作呢，我们简单讲到这里，休息一下。地震
上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韵达可布后抗诺迪加啦！即日起身装韵达可布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。拨电02-22781-0909，2781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0909，27810909。欢迎回到现场。那大盘今天大涨长红以后呢，出现跳空缺口，接下来你要去思考，如果你空手的话呢，是开始要进场布局了，绝对不会太慢，因为目前来讲呢，有一些股票它也是刚好在做最后洗盘，但是大盘底价呢，我相信你会比较有信心。这个长红 K 线出现以后，我再跟他讲一遍哈，月线在这里扣底向下，所以月线将来呢，它只会上，对不对？那年线在这里，大盘只要维持在这个地方，它就是倾向什么多头了嘛。那季线在这个位置，量增加它才会突破，量没有增加它会在这里做整理。那因为季线是向上的，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呢，都符合一个多头的一个架构。那选股上呢，在这个长红出现以后，你买股票就应该比较放心了。如果你还没有出手的，你要去好好的思考，不要每一次等到大涨以后呢，很多股票你再去做追加的动作。那目前这两个族群呢，我们是比较看好的。那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，像利基，它也是 IC 设计族群哦，也是 5G 族群，对不对？你像瑞昱，你像森达科，这些每一档股票涨都一定有它的理由。那利基这一档股票呢，是4968，从这里四月份在低档去布局，四月份在哪里？底价，我讲得很清楚啊，它从132一路重挫，对不对？大盘对一月、二月、三月在涨，伊拢无去嘛，底价做最后洗盘呢、啊，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一个最佳的买点？这里50，这里55，这里60，65，它像爬楼梯一路爬嘛，这里70，那越爬越快啊，这叫赚到宝嘛，对我这到70几了嘛，这样有信心啊。那我跟大家怎么谈？我说这个地方如果是什么，如果是法人在锁单的话，你就去赚波段，设停利就好嘛。那如果只是单从股票拉回到支撑，那个叫短线价差，你有赚就卖，赔就设停损嘛。假设法人锁单，你就赚波段设停利。那目前来讲呢，它一路往上走，法人还在嘛，法人还在啊，所以就赚到宝嘛。那它会涨到哪里？你用这张图看，这是132嘛，跌下来加起五兆啊。现在70几，对不对？加偌济？加高站嘛？有没有机会？很有机会哦。那到50到90，这样就赚几乎一倍了嘛。70，那如果70附近，这些股票已经涨上去了，用力唔敢溜，你加不倍，加不倍，那我也不会建议你去追价了哈，除非你艺高人胆大。像这个瑞昱五月营收双成长的股票，它这里拉回支撑，它今天又往上走了。像这种股票，它迟早它会创新高。像利旺，
你像晋瑞、安控股对不对？都是方向向上的股票，主体方向向上，而且它是中美关税贸易谈判的受惠股，安控股嘛，它也是一样，迟早会创新高，森达科也是一样嘛，一路一路往上走。那你错过这里买点，这里是不是又错过了？一跟它有个 kick 的嘛。那这些是5G 族群，还有 IC 设计族群。啊，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市场恐慌，你要专注了去捡便宜，你才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，像利基一样嘛。台指操作不顺利的，没有100%的赢家，但是会成为稳定赢家嘛。像今天我当冲两趟，一趟赚一趟赔，对不对？但是用对的方法，你一定能成为稳定的赢家。只要你看懂法人的期权布局，把握机会呢，捡便宜。谢谢大家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上 YouTube 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听得到、看得到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呐、啊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安奈在一起。运达客户，好康拢在家啦！即日起，身装运达客户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运达投顾 APP， 或电02-2781-0909 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 2781-0909